呢條問題今次嘅範圍咧係零度至三百六十度，方程係呢一個要理解，問佢有幾多個根。咁呢個都係典型問題嚟嘅，見到 cos 二次，我哋喐個二次變做一減 sin 二次，拆出嚟就會得出一個 quadratic equation in sin theta。咁咧，然之後咧打交叉啦，咁啊就做到呢、這、一個，即係 sin theta 等於負二分之一，或者 sin theta 等於負二。負二呢個我哋要 rejected， 要捨去嘅。原因係咧 ，sin theta 只係介乎負一到一之間，唔能夠去到負二嘅。咁所以只係得負二分之一 ，sin 嘅 graph 係咁樣，負二分之一喺呢一度，因為下面呢個位係負一嚟嘅，所以有兩個根，答案係 B。